人天品第十三，这个主就是来自佛那边，富足，金口属宣呐、啊，就佛亲口把这个未来的众生交托给地藏菩萨。这个类呢，就是来自于地藏菩萨这个顶受丹鹤接纳佛的嘱托。那嘱托谁呢？就是嘱托人天，南阎佛提的人道和天道。尔时就是佛跟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讲法的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又举起金色的手鼻，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头顶。你看这个又摩，就第二次来摩地藏菩萨的顶了。这说明这种摩顶富足啊，非常的殷切，郑重其事。摩顶的时候，佛是做这样的语言，重复称名了地藏地藏啊，来赞叹地藏菩萨的德能啊，是吧？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有四个排比句，汝的神通力量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由于只要有地狱的地方，就有地藏菩萨的化身。而且不仅在地狱，在人道六道里面都有种种化身，这就是神力。汝之慈悲不可思议，你看地藏菩萨的慈悲到什么程度，一切众生成佛之后我才成佛呀，那种同体的大慈悲心是彻到骨髓里面的慈悲。所以赞叹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地藏菩萨证到了般若的根本智，又同时有种种善巧方便的厚德智，来度化不同种类的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你在各个道里面去宣说佛法因果的法则，这种随机观机斗教的辩才也是不可思议。那实则地藏菩萨的功，不可思议的功德无量啊！这里用这四种作为一个总词来说，并且说就是使十方无量诸佛来称扬赞叹宣说汝之不可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就是以很多的佛来宣说赞叹，以及用很长的时间，千万劫的时间来说地藏菩萨的这种功德，都说不尽了。这是佛是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殷勤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然后又称地藏地藏啊。你要记住，我今日在道地天上，在这么多的诸佛菩萨天龙大天龙八部的法会上，就是这个法会的人数很多，是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的数量的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在这样的大会当中，我要嘱托你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再次的要把南阎佛提的人天还有诸众生等这些没有出离三界的人，这些还在火灾当中
沉迷挣扎的众生，佛嘱托给你啊，我们三界就是火宅呀，充满恐惧，没有一点安乐之处啊。所以三界火宅的众生是很可悲悯的，但我们在这个火宅当中竟然是浑然不觉呀，还在这里玩耍呀，还在这里舍不得离开呀，这就是刚强难化，愚痴颠倒。那这个把这样的众生交托给你地藏菩萨，不要令这些火宅当中的众生堕到三恶道里去啊，甚至一日一夜你都不要让他到三恶道里面去啊，更何况还要堕在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那是千万亿劫不能出来，那就更不要让这些众生下阿鼻地狱啊。并且进一步的跟地藏菩萨说，这在佛的心里最担心的是谁？就是担心我们这些难言佛体的众生啊。佛已经度了十分之七八九了，就是还有十分之一二的这些众生，这些众生自信无定，就是这个心识啊向空中扭曲，左右摇摆，没有决定性，所以环境对这个自信无定的众生有很大的影响。你遇到不好的环境，遇到一个恶友，他一定是造恶的；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善知识，他可能就向善。但是五浊恶世恰好是法弱魔强，恶多善少，好的环境少，所以就习性恶劣的众生多。纵然有少部分众生生了遇到好缘，生了一点善心，信点因果，想要持戒念佛修行，但是很快遇到逆境他就退转，修善很不容易。所以世间人常常说，修什么善呢？好人有什么好处啊？好人不是没有好报吗？这话一说，那大家就更不愿行善了。那这个一个老人摔在地上，我怎么去扶他呀？如果赖到我身上怎么办呢？大家都怕赖到自己身上啊，最后的结果就是老人摔在地上没人管。如果这个世间众生遇到善缘，好不容易生点善心，他马上又退了。本来他看到老人想扶起来，结果别人都说你不要扶啊，扶了会赖到你。哦，我也不扶了，他也就退嘛。如果遇到恶的缘，就把他的恶的种子很强烈的调动起来，念念都是恶念，行为都是恶行。众生，我们众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这样的众生，佛很忧虑呀。由于是这样的众生，佛虽然灭度啊，但是他并没有休息呀。佛说：“我分四行百千万亿化度啊，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句话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灭度是一个视线，就视线灭度之后，他并没有在涅槃境界当中休息，他还要有种种的化身来度我们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但是他不会暴露身份，所以释迦牟尼佛悲悯之极呀。然后那佛毕竟要示现灭度啊，就把这个事情灭度之后，难言佛地众生的邪恶众生的事情要交给地藏菩萨。所以告诉地藏啊，我今日在这个法会上是这么殷勤恳切的，以难言佛地的天人众生付诸于汝啊，
付诸于鲁，未来之事，如果这些天人以及人间的善男子善女人，他能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这里有一个前提，你行善一定要在佛法当中行。为什么呢？虽然你修福有种种的福田，但是佛是第一福田。佛法是佛说出来的。为什么佛是第一佛田呢？由于他具足无量的佛法，成就无量的功德，你在三宝当中植福，这个福就比在其他地方的种福要放大很多。那在人道当中修道，一定要以智慧为根本，那你智慧的开发一定要以福德为基础，有福德才能开发智慧。所以那这个修福德，那在佛法当中修，种少善根，像寒毛之轻啊，一微尘那么小，一滴沙子那么小，一滴水那么少，是种了这么一点善根。比如到寺院里面，就是供一杯水，甚至合个掌，弯个腰问讯啊，供养一朵花，这都是种的少善根。佛就希望如地藏菩萨以你的智慧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指你的方便智，你的神通道理，来拥护这样种少善根的人，扶持他渐渐的使这个善增上啊，让他在这个善的基础上修行修行啊，直到进入佛法，发菩提心，修行无上的佛果。这个全过程不要让他退转。佛付诸地藏菩萨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使命啊。未来世中，如果是天还是人，随着他的业力感报，要堕到三恶道的话，那么就在他堕恶道的时候，或者要进入地狱门口的时候，你这时候一定要帮助他。那这些堕恶道的众生，如果能念到一佛名、一菩萨名，乃至于大圣经典的一句一偈，那这样的恶众生，你都要以神通力量方便救拔。对这样的人，你要显出你的神通啊，无边身呢、现无边身呢、来把这个地狱粉碎，让他升到天上受妙胜乐。那这个地藏菩萨接种这种嘱托，他是有底气的接触的啊，接受了，而且他有能力能帮众生做到这一点。所以讲这个地藏菩萨有一个公案，就是念华严经的一个偈颂就从地狱里面出来的，地狱粉碎。说有一个破戒的比丘，他就下了地狱，但是他曾经恭敬过地藏菩萨，这就接着点法缘，所以他进入地狱的门口的时候，就见到地藏菩萨现比丘像。这个破戒比丘一看到地藏菩萨，赶紧问：哎呀，我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啊？我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地藏菩萨知道他是下地狱的，就问他：你能记住什么？他说：我什么都记不了。记不了，地藏菩萨临时就教他一个偈子，你好好记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教他一个偈子。这个比丘一看已经下地狱了，赶紧就把这个偈子记下来了。记下来了，见到阎罗王，阎罗王你这个很威猛，说啊，把振膜一拍，你像一个出家人吗？出了家还饮酒吃肉啊？怎么怎么回事？说你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讲？这个比丘说，我会诵经呢、啊，你会诵什么经啊？然后他就高声的把这个偈子一念，马上地狱消失，他出来，跟他一起的地狱众生全都出来，所以这个偈子成为碎地狱的偈子。所以我们誓愿放蒙山都要念这个偈子：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所以你就是哪怕念的一个偈子，地藏菩萨都会让你出来，把这个地狱粉碎，受胜妙乐。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嘱托，地藏菩萨一一的都能把它落实。当时世尊就说这个偈颂，这偈颂就等于是传法的偈颂了啊，现在未来天人众，悟经殷勤富足如，以大神通方便度，悟定堕在逐恶趣。那这个传法的偈子，这种殷重的富足，到了地藏菩萨这里，他是郑重其事的接纳呀。你看啊，是地藏菩萨听到这样的富足，就跪下来合掌向佛禀薄呀。那释迦牟尼佛那种深沉的悲悯呢，殷重的嘱托，对地藏菩萨来说，他是强烈的感受到啊，所以跪下来领受啊，唯愿世尊不以为累呀、啊，就是希望你不要为难言佛提的天人忧累呀、啊，安慰佛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他在佛法中乃至于只有一念的恭敬心，我也要用百千善巧方便度脱这样的人。就升起一念的恭敬心，就这一念的启动，地藏菩萨都有办法救他，在无量的轮回当中使这个众生快速的得解脱。对这样的众生都能让他度脱，更何况还有些有点善根的人，他闻到种种的善事，念念都想修行的人，那自然与无上的佛道永远不会退转。那这种地藏菩萨的这样的接纳，也是要灌注他全部的心力。所以我等众生都是在地藏菩萨的关照之下。这个法会上又有一尊大菩萨出现了，虚空藏菩萨。这出现这个菩萨有表法的意思，地藏本愿经都是谈事相上的事情，但这个是这个有呢，是从空显现出来的，在妙有的功德就像虚空般的无有边际，所以用虚空藏菩萨来表法。虚空藏菩萨在大乘佛法当中，它是常常出现的，楞严经啊、法华经、悲华经啊，都出现虚空藏菩萨。他就起来白佛言：世尊，我自己到达刀立天的法会上，听闻到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啊，不可思议。那他要问的是什么？
未来世中，就是指佛灭度之后，如果南阎浮提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一切天龙，首先问人间的众生，再问天上的天龙八部，如果闻到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及地藏菩萨的名字，或者能够瞻仰顶礼地藏菩萨的形象，能够得几种福利。佛就告虚空藏菩萨啊，谛听谛听，勿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菩萨的形象，即闻信这部经典，乃是读诵地藏菩萨经，以及进一步的用香花饮食衣服珍宝来布施供养，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瞻礼地藏菩萨，这样就能得到28种利益。前面我们在监牢地神那一品里面，监牢地神说能够做佛地藏菩萨的龛，能够瞻礼供养，能得十种利益，那是出于监牢地神的口。现在是出于佛亲口就说有28种利益，这28种利益也包含着监牢地神说的一些利益。好，我们来简单罗列一下这28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就是天龙覆念，这是得其他27种利益的根本，就是你只要瞻仰顶礼称名供养地藏菩萨，天龙八部会保护你。第二呢，是善果日增，就是你修行世间和处世间的果啊，与日俱增，说明你不放逸不懈怠，能够得地藏菩萨愿力加持，精进修道。第三是集甚上因，集就是聚集成就圣果的微妙的正因，这就是以菩提心慈悲心来修一些善法。第四，菩提不对不退转，就是你已经发的菩提心不会退转。一般在通途佛法当中发菩提心很难，发了菩提心遇到逆境又容易退转，就像舍利佛在十信位六信位发菩提心，碰到这个第十天示现一个婆罗门的年轻人，说要他的眼睛这个事情就让舍利佛退心了，菩提心退下来，觉得众生太蔽恶了还是自己求解脱为好，众生太难度了。法华经你看，这个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那是陈典劫以前呢，已经发菩提心的人都退转到二乘。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余慧的这些人，都是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曾经发过菩提心的人，结果陈典劫以来退到二乘行。所以菩提心容易退转，那如果你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愿力加持，让你不退转菩提心。好，这个前面四种是谈出世间的利益，下面就谈世间的利益。世间我们关心的就是生存问题了，所以第五呢，你能供养称名，你就能够衣食丰足，丰衣足食生活不忧愁第六呢，你不会生病瘟疫也不会降临在你头上，身体健康这都是很实在的利益哦。我们众生有时候信佛总是觉得信佛，你看我钱又一信佛之后又能赚大钱，又能做高官，身体又健康，这就说明学佛很有利益，他就越学越有劲了那地藏菩萨还真的就是知道众生这个心愿你让你丰衣足食，让你身体健康第七是让你离开水火的灾难
这些天灾人祸你都会远离。啊，第八呢，这些盗贼啊、强盗啊，哎，远离你，你不会遭受盗贼的恶难。第九呢，由于你顶礼供养地藏菩萨，大家对你见到你都很恭敬，这是由于恭敬地藏菩萨，人啊、人敬他人，恒被人敬呢。它是一个互换的因果啊，他人都会恭敬你。第十呢，就是恶的鬼神还会转过来帮助你，不会障碍你。第十一呢，啊，这注意了啊，女居士注意，你厌恶女生呢，你就能够转男生啊。你看这也是占大便宜了。如果自己修行女转男生，要经过很长时间修行才能转，现在你只要在地藏菩萨像面前顶礼供养称名，你下辈子就转为男生了啊。第十二，还有些执着女生很好，不愿转男生啊，那也好，地藏菩萨满你的愿，但是让你转到国王大臣家做富贵家的女儿。第十三呢，无论是你是男子女人，你生下来长相端正，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长相端正，自我感觉良好，别人见了多看几眼。如果搞这个半恐怖分子自己也不敢见人，别人见了也把头一低啊，这个见了感觉不好啊，甚至做噩梦啊，这也不好啊。第十四的功德利益呢，就是你命中之后大部分人能升到天上去。哎，这也是蛮好的归宿哦。在人道里面，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下三恶道哦。你靠着地藏菩萨，你就可以升到天上去。第十五，就是天福享尽再来到人间，还能做帝王啊，做国王啊。第十六，做国王的过程当中还有宿命通，知道自己从哪来的，而且得到这个利益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啊，他都能知道。第十七呢，有求皆从，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愿求都能满愿啊。刚才讲还最好是善的愿求了啊，你恶的愿求地藏菩萨也不会满你的愿啊。第十八啊，眷属欢乐，眷属就是你家里的眷属啊，都很和睦。十九呢，逐恒消灭，就是意外的灾祸都没有。现在意外的灾难太多了啊，所以要仰靠地藏菩萨。第二十呢，就业道永除，就是三恶道的这种结局你永远没有了。二十一，去处皆通，就是你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很通达很顺利。二十二，夜梦安乐，晚上做梦都是做吉祥安乐的梦。二十三，先王离苦，你看你供养地藏菩萨，趁着你已经死去的父母能够离开三恶道的痛苦，这对于有孝心的子女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第二十四，束缚受身，你在投生是带着你续世的福报去投生的啊，那就是一定是在人天道里面。你带着福德去投生，你下辈子也是一个有福德的人啊。二十五，诸圣赞叹，就是你能得到诸佛菩萨的赞叹。二十六，聪明利根，你能够六根聪慧，
啊，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二十七，饶慈悯心。这属于初世间法，就是你这个供养地藏菩萨的人就有着深厚的慈悲心、仁爱心、同情心、恻隐心啊，这是他的天性。第二十八，毕竟成佛，就是你供养地藏菩萨，称扬赞叹啊，称名，最终就能成就佛果。这也是地藏菩萨度众生的终极的目标。好，佛又告地藏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这就换的是天龙八部，他能够闻地藏菩萨的名啊，礼地藏菩萨的像，或者闻地藏菩萨本愿示行。本愿示行前面讲的四个公案，就是累劫以来，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以来，地藏菩萨所发的愿像恒河沙那么多的数量。那这些天龙八部如果他要知道的话，他比我们人道的人啊见闻的更广一点，他会知道的更多。知道之后，他对于地藏菩萨的那种功德、那种慈悲、那种善巧方便有更进一步的认知，他认知之后，他就更能够去称扬赞叹，去恭敬顶礼，于是这样的天龙八部就能得到七种利益。是哪七种呢？第一，就能够速超圣地，就是他的利根啊，根基比我们更利一点，从凡夫地到成佛国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快速的走完这个过程，快速成佛意思。二者恶业消灭，他多生多劫的恶业能够很快消灭。三，诸佛护顶，十方诸佛能够护念，能够现在他的面前。四者菩提不退，他发的菩提心不退转。五者他能够增长在由于地藏菩萨熏习真如的力量，使他的天龙的力量更为增上。第六，他能够有宿命通。宿命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在哪一道里面，什么名字啊，什么种族，什么福报，什么寿命，他都能知道。不仅知道自己，也能知道其他的众生的宿命啊。第七，毕竟成佛，就是天龙八部他闻信地藏菩萨的形象啊，称名，他就最终就能成佛。这也是地藏菩萨对一切天人最终的啊愿力的啊这种加持结果。好，说完之后啊，二十就是佛在称扬啊地藏菩萨利益人天之事的那个时候，下面就是总流通分了。前面的地神护法、见闻利益、主类天人，这是别流通。那总流通分就是余会的大众啊，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就是余会的所有的参与大众的人啊，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这部经呢，叹未曾有，就慨叹从来没有听过，闻所未闻，大不可思议，出乎意料之外。对地藏菩萨就更为的亲近了。那就在说完这部经的时候，刀地天，因为是在刀地天善法堂里面讲的，那刀地天就是东道主了啊，东道主就得要他要有所表示了啊。最后刀地天就以种种香花，就虚空当中像下雨一样的显现，飘下来无量的香
花，还有天衣，还有宝珠、璎珞，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和地藏菩萨。做了这样供养仪啊，一切众会，就是与会的一切大众，都来瞻仰顶礼释迦牟尼佛与地藏菩萨，顶礼好之后合掌而退，恭敬合掌而退，啊，退万类同归呀，也都在他自己的刹土，因为都是十方来的诸佛菩萨，就要在自己的刹土来宣说这部经，流通这部经，让地藏菩萨本愿度生的威神力量在十方世界，尤其在南阎浮提能够流传不息。这样我们就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大意的串讲，那么从这部经我们就能感知，这是一部处世间的孝经。由于释迦牟尼佛升到地天为摩耶夫人为母说法，是出于孝心，就集众，也就感得地藏菩萨无量的分身前来，以及地藏菩萨来救度的教化成就的这些诸佛菩萨前来。所以地藏菩萨因地由于救他的母亲，在光目女和婆罗门女由孝心发出救母的宏愿，这种同类相感呢，这就是不孝经。但是孝有世间的孝，有处世间的孝，如果你只是表现为世间的赡养、衣食供养啊，光宗耀祖，虽然这是孝的主要内容，中国儒家强调这个百姓孝为先，但是站在更宏观的立场，如果不能让父母了脱生死成就佛国，还不能成为大孝。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在法界当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所以就要把六道众生都要让他了脱生死，圆成佛果，才是佛门的大孝。所以这个孝不仅是含摄世间的善法，乃是出世间的上上的这种境界了。再其次，通过这部经，我们透过佛菩萨对我等众生的描述，我们深一步的了解我们的根基，就是非常恶劣的根基。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所以讲业缘品、业感品、地狱名号品，都在传达一个信息，按我们自己的业力的感召，我们大部分是要下地狱的。所以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才感得释迦牟尼佛这么深切的悲悯，以及地藏菩萨那种深重的大愿，就是要利益我等众生的这种殷勤付诸，这种郑重其事的承担，都是为我等众生来发的。从中我们认识自己的根性罪孽，我们怎么办？这部经典没有谈我们在修行上要修多少的行，它是一部原教的经典，它是展示地藏菩萨威神愿力救度的力量。所以我们接受这部经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要从信心下手，要归命地藏菩萨，这是一个他地的救度，必须对这个他地的存在、他地的威神
要有信心。你有这个信心，按照经典的方法去做，你才能够跟这种力量感应道交。我们得利益，就是得利益这个地藏菩萨成就的愿力，它本身就是为我等众生来发的，它一切的神通妙力、智慧辩才，都是为我等众生准备的，要无条件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要感通上脑，我们就能得到现成的利益。所以这样的一个他的救度的法门，一定要靠信心切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这一点跟净土法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惊人的一致。从中我们再看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险象环生啊，种种灾难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水平是救不了自己了。那地藏菩萨那种悲心切愿，就是要救我等难言佛体佛灭度之后罪孽深重、灾难深重的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地藏经对我们很有必要，很及时。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一心归命了，感通地藏菩萨的悲愿，就能得你看看刚才讲的28种利益啊，世间的吉祥如意啊，处世间就近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善果啊，以及地藏菩萨教给我们怎么布施，怎么行善，做一切世间的善和出圣见都要回向法界呀、啊，打开心量啊。为什么你去供养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就能够使自己的命运改善，使自己世界和平？这里面其实是代表着佛法一个深邃的道理。佛法告诉我们，一切境界唯心所现，地狱也不是谁制造的，地狱就是自己念力显现的。那么我们是由于不好的业力的种子显现了苦难的秽土，那怎么改变这样的秽土的苦难？你去念地藏菩萨的名，其实不需要在外面做更多的事情，你只要称名。因为地藏菩萨是他的名号的功德，是把心底当中的含藏的一切善的种子、敬业的种子显发出来。当我们通过称念地藏菩萨的名，转我们阿赖耶识的恶业的种子为善业的种子的时候，那由善业的种子所显现的境界可就不改变了吗？所以改变环境啊，拯救灾难，实际上就是要从我们的念头当中反求诸己去改变，改变的念头，改变的业力的种子，一切境界都会改善。这里就是佛法深邃的道理。所以我们一般总是向外面去做文章的人，一看怎么就是供养一下顶礼一下，念念地藏菩萨的名，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呢？他会常常表示怀疑，他一怀疑他就不会去按这个去做，于是就得不到这个利益。所以一定要想到，这是一个大乘圆教的经典，这是一个他的法门。你一定要从信心开始，信心就是般若智慧。你有这个智慧，你去按照这个去做，就一定能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你说不断的殷勤的再三的去说这个，无非是让我们建立对地藏菩萨的这种悲愿的本愿的信心。你信心建立之后，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能得到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的利益。同时思维地藏菩萨自己就是在念佛法门得到甚深的利益，所以他地藏菩萨也一直在
告诉我们，南阎佛地众生要解决下三恶道的苦，要解决成就佛果的利益，一定要修行念佛法门。啊，这些都是让我们有啊甚深启地的这些啊法语，我们一定要啊多读诵、多思维，尤其要读教奉行。啊，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